器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， Z 轴、立柱、垂直方向移动，可以通过手柄或软件进行升降移动，用于将不同背侧键在垂直方向放置在可扫描范围内。它采用伺服电机系统升降，移动范围达450毫米。 X 轴驱动器水平方向移动， X 轴是轮廓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移轴，可以通过手柄或软件进行水平方向移动。它采用直线电机配合高精度导轨，通过光栅反馈从而达到高精度。 Z 零轴轮廓模块，Z 零轴是轮廓仪位移转动轴，是轮廓仪另一条非常关键的位移轴，采用光栅位标准器，通过高性能转轴系统音圈电机控制策略。手动组合操纵盒用于手动控制仪器位移功能等，包括手柄、急停、调速旋钮及侧杆摆动按键等。大理石平台、万向工作台、标定台、测针等配件可以检定多种工件表面的粗糙度和轮廓形状尺寸。下面我们进行应用介绍。轴承曲率半径检测，机械零件倒角检测，机械套圈沟槽距离检测，粉末液晶凸台面高差检测，机械制造零件尺寸检测。轴承外圈曲率半径及密封沟槽检测，螺纹塞龟牙形及螺距检测，多刻线样板粗糙度检测，机械工件配合面粗糙度检测。